如同传授母语，母亲把味觉深植在孩子的记忆中，这是不自觉的本能。这些种子一旦生根发芽，即使走得再远，熟悉的味道也会提醒孩子家的方向。梧桐的工作是一种新兴职业，徒步俱乐部领队。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身世。自从十岁那年父母离婚之后，家对他来说就是姑妈的泡菜坛子。姑妈住在眉山，今天她要迎接梧桐回家。泡菜口感爽脆，滋味酸辣，四川人家中必备的看家菜肴。川菜味型丰富，塑造复合的味道，泡菜是必不可少的调味料。要制作地道的泡菜鱼，不能缺少泡姜、泡椒。热油逼出香辣气息，释放出酸性物质，不仅让鱼肉更加细腻，还能去腥提鲜。加入大叶薄荷，为酸辣的汤汁增添一种奇异的芳香。从小住我姑妈家嘛，那种刀子嘴豆腐心，生怕把我带不好，没法向我父母交代。那每次回去，我姑妈问我吃什么，我说随便弄都可以，就那种感觉，觉得家里做什么都好吃。到四川来就知道泡菜的意义了，每家每户都有，只是每家每户泡的味道各有千秋。姑妈的泡菜都选应季最鲜嫩饱满的蔬菜，腌制前洗干净，晾在屋檐下，轻微脱水，盐和凉白开按1:50的比例混合。萝卜、紫姜、豇豆，再放上辣椒提味儿，蒜头杀菌，花椒增香。一切就绪，是请出老盐水的时候了。它相当于发面时的酵母，有了它，坛子里的杂菌得到抑制，乳酸菌的数量占据上风。在这种菌的作用下，蔬菜中的糖转化成乳酸，造就了泡菜酸爽的风味。往痰眼里倒进清水，阻断空气和细菌。十几天，微生物的辛勤劳动赋予蔬菜新的活力，褪去艳丽和生涩，变得清亮、脆嫩、酸烈。还有一种泡菜是梧桐的最爱，姑妈的手艺来自奶奶。新鲜蔬菜加煮熟的凤爪，浸在泡菜水中，只需一天，就是一道让人欲罢不能的爽口小菜。来，你尝一下味道。
带到户外与朋友分享，更是绝佳的野餐食品。我们三个人，哪个？我一个在那边。哪个？路上注意安全。可以。要还要注意身体嘞。嗯，我晓得。知道。注意安全哈，下次回来了又给你做吃的。我在家里和他们话都不多，在外面和朋友我都自己都感觉到完全是两个人。如果我父母没有离婚，我一直在他们身边的话，我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性格吧。又一次出发，吴桐突然决定改道乐山，看望独居的父亲。还要赶路，吴桐只有一个小时。值班室里简单的饭菜，半年多没有见面的父子相对无言，心头各有一番滋味。潮湿温暖的四川中部适合另一种传统腌菜的制作。芽菜取自晒干后韧性好的芥菜，喂了。腌制一年以上的芽菜风味最佳。燃面宜宾一绝，虽然重油重辣，也难掩芽菜的鲜香。有一类食物既能当菜又是佐料，不需要太多，却是主食最佳的陪伴。